我决定告别维喜了。喂，大师兄，我们在景初的老家。 就是他小时候住的地方，他现在状态不太好，你们别来找他。他就是因为太难受了，所以没去参加谢老的追思会。他不吃不喝，我跟他说话，他一点反应都没有。 我真的怕这样的下去，他撑不住啊！程柳啊，景初就拜托你了。你们放心，我肯定照顾好他。 熊猫，你这样身体会吃不消的呀。我在这陪着你。 决定告别维喜了。喂，陈亮姐姐，小姐学长怎么样了？下来。 景初说，他不想再下棋了，也不想再参加比赛了。